有人问软管加油和硬管加油哪个好，单个来说硬的好，你看它这么粗，能射出的油量就比那细细的软管多，所以油加的特别快，不过一次只能加一个，非常专一。如果要同时多机运动，就适合软管加油了。另外硬管头部带翅膀，加油机可以控制管子的指向，想往哪戳就往哪戳，受油机只要闭着眼睛打开身上的洞就可以了。而软管加油则随风飘荡，需要受油机反受为攻，自己伸出那个不可名状物往加油口一戳啊，这个很容易酿成事故啊，飞行员一个用力过猛玩脱了，就有可能被喷一脸。要是直升机加油，甚至可能出现。那关于空中加油的更多细节，可以参考我往期的长视频节目《超级奶妈空中加油机》。